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盐蒸橙子。因为橙子它具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效，尤其是橙皮里含有的钠可丁和橙皮油，它这种成分对止咳特别有效果。因为做法简单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放点盐在它这个皮上面，先搓干净，先把它搓干净，洗掉它的蜡和一些脏的东西，最好是让它浸泡一下，浸泡个十分钟左右，用水把它冲一下，在它五分之一的地方，上面下来五分之一的地方切开，给它放上一点盐。然后用牙签，最好是用牙签擦一下，这样盐它更好吸收。然后放到一个碗里面，放锅里面，水开以后蒸十分钟，中大火蒸了十分钟以后就好了。好，取出来以后就蒸好了，蒸好了以后我们吃这里面的果瓤，以及这里蒸出来的这个水，这个汤水，把它吃掉，一起吃掉，这样效果最好。